现在呢，真侪人拢有智慧型手机，好、哦，智慧型手机，对吧？啊，智慧型手机呢，当然就拢有一挂这个啊，做网络软体，像讲 LINE 啦、微信啦，哈、哦，哦，就这里发啊，发什么 Web 是不是 App 哈、哦，发 App 哦，钉钉，或者挂这样呢哦，免费的聊天的网络软体，或者是讲呢哦，诶，这里、个、啊，简讯加软体的对哈、哦。结果呢哈、哦，啊，有一天。一个做翁的呢吼，手机啊响响，叮咚，哎、欸，来呢去买得到。有一个查某的呢吼，结婚女子，生了未歹，相片真水，然后呢吼，就加入到，要改加入好友，哦，加入好友。啊，即摆呢加入好友呢，查甫一般来讲啦，水姑娘啊要甲你加好友，对不？哎、欸，你那也无什么风险嘛，对不？吼，啊就加他做好友嘛，吼。但是加完好友了呢吼，这个查某囡仔呢吼，就一直在大林山呢来这个引诱。帅哥，今晚寂寞吗？有要出来无？纯粹呢吼，要找一个朋友尔啦，唔免钱啦，嘿啦，我唔是迄种爱钱的查某啦。啊，我呢吼，只是吼，因为寂寞孤单无聊呢，无伴啦，想要找一个呢吼，啊，这个啊做查甫呢吼，猛开讲啦，安尼啦。啊，如果两个人看对眼呢吼，一夜情也没有关系呢，哦。这做翁的呢吼，这个已经结婚啦，这个查甫的呢吼，看到心喵喵。本来暗生要甲问讲，你叫什么名？你住对？啊你吼，啊是什么情形？我要甲伊了解一下。我也想想讲，唔对嘞，安怎？天顶的吼，那也无代无做，天上会掉下来一个礼物。长得这么正的女人，为什么无男朋友呢？吼，只是使人感觉怀疑的对。伊想用夫人感觉到危机意识，哈、啊，有危险，这个有陷阱啊！有什么陷阱？这个美女呢吼，投怀送抱只有三种可能。对三种可能，第一呢吼，就是阮某另外佫申请一个账号，阮某另外申请一个账号，用别人的相片来饲我，这是第一种可能。第二种可能呢吼，就是阮某拜托着伊的好朋友，啊、哦，安尼来试探我，吼、哦，这两项都是恁某在试探的。第三种可能呢，美女会主动来找你呢吼、哦。第三种可能呢，职业会拉皮条的对吧？这个早起呢，既然讲免钱，而且呢，只单纯要找一个朋友，安尼尔呢吼，那肯定不是第一种，就是第二种，拢跟我冇关系。所以讲呢吼，这个做先生的呢吼，感受到这种危机感了，真正呢吼，爱到呢吼，都真勇敢呢吼，真果断哦，真坚决。回复这个女性，干那几字尔，讲的吼，我已经有某啊，我无可能背叛我的太太。回复了呢吼，哇，迄暝下班转去尔，因兜桌顶加了咸菜啦。最后呢，心内底啊笑笑讲呢，哎呦，阿某啊，今日菜奈煮真济，无啦，这心情好。他也无代无志，心情好，无啦。我都感觉忽然间感觉讲，阮翁做爱我哟，心情好。好，这个故事就是甲咱讲，小心你的 LINE 上面打刚甲你试探、甲你示意的这些女人，搞不好是你老婆装的，还是拜托伊的好朋友呢？吼，甲你试探的就对。哎，你两个试一个讲，哎呦，小姐，你住对吼，啊，你要找朋友哦，好啊，不然约一个时间，啊，你开始啊，等于吼，我咧讲呢，吼，迄菜吼，你要注意啊，下药掺一堆哦，下药。你尤其你要去吼，赴约去讲呢，吼，你会发现讲呢，你会闹屎闹到无在了出门。好来，小心，匪谍就在你身边啊！听友赖小花。